我是 Eva， 今天要发布的是我的第一个小工具——多国字幕翻译工具。相信已经加入 Discord 的各位都有注意到我名字下面的机器人助手 Eva Assistant。本人创建它是因为想偷懒，让每位加入 Discord 群组的人自动被分配为粉丝身份组。因为频道都设置了只有粉丝身份或是会员的人才能发送讯息，而我的偷懒导致隔天有人洗屏，于是我在权限上面修改了一下。现在加入的人呢，我的 Eva Assistant就会跟你打招呼，并且告诉你去任务频道做任务。那你在任务频道输入我爱 Ava， 就可以获得粉丝身份组。这么做应该就可以排除 50% 不认识我的人吧。虽然另外 50% 是群里内的人，每天当作每日签到任务来做。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呢？因为我这次把工具连接到 Discord 群组了，所以是我 YouTube 会员的人请务必加入 Discord 群组，因为这样才可以使用。进来后可以照着我在入群病毒发布病毒，哇，病毒病毒 OK， 进来后可以照着我在入群病毒发布的影片绑定 YouTube 会员。而这个小工具呢，是专门为了多国翻译字幕而连接的，所以我使用了 OpenAI API。只要在每一次翻译时输入该国语言，都能翻译出来，并且翻译的比 CC 字幕还好。当初在制作影片时，我都会用剪映帮我制作上字幕，但是剪映呢，还是有些地方让我觉得可以在制作影片时节省一点时间。例如，每当我制作游玩游戏的影片时，我就会让剪映帮我制作上字幕，但由于出来的字幕都是简体字，所以一开始我就手动去修正。但后来呢，我换上了专门输出繁体字的字幕，但有时候还是会有简体字，这就让我感觉应该还是有方法可以节省这方面的时间。于是我导出了 HRT 档案，然后把档案装到 GPT 这里，让 GPT 帮我翻译为繁体中文，这样我就可以省时间了。但是 no， 我还是太大意了。当我开开心心的打开档案后，有些句子还是简体中文，然后它还会少翻译。我人都还没开始偷懒，这个 GPT 倒是先偷懒起来了。于是我思考了一下，该怎么让 GPT 这位员工呢好好的帮我做事，所以我就连接了 OpenAI API。 为了让 GPT 能理解我需要翻译的内容，并确保不出现遗漏，我将 SRT 档案翻译成了 GPT 能理解的内容，并在翻译后检查内容是否有缺失。这里之所以不将 SRT 档案直接给 GPT 翻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SRT 档案里面有时间之类的内容是不需要翻译的，所以如果把这个给 GPT 的话，我的钱包在燃烧，因为 GPT 是按照 token 收费的。第二个原因呢，是 HRT 档案不方便 GPT 阅读， GPT 返回的格式可能会导致我们无法解析，因为感觉 GPT 跟人黑，因为感觉 GPT 跟人一样，所以对常见的格式比较熟悉。 SRT 的格式虽然它认识，但是主要的训练数据肯定不是这种格式，所以直接让它处理的话可能会出现意料之外的问题。另外，档案里面包含了时间，在翻译的任务中它是不需要看时间的，所以让它看到大量的时间可能会导致输出的结果不符合我们的预期。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为了降低 GPT 的工作量，加速返回时间，增加系统吞吐量。因为 GPT 对单次请求和返回的 token 有总数限制，所以需要分批处理。这有点像是你复制几段句子贴上输入框这种重复性操作。那现在只要把档案丢上来，代码就会帮你自动化了。根据上述的原因，所以我重新组装了 prompt 的格式。不会念，忘记了。prompt。同时在 prompt 最前面给出了我的核心需求，我说你是一位专业的翻译人员，你的任务是翻译以下所有内容，将句子从原本的语言转换为 to language。 那 to language 这个是使用者想要的语言，所以他会根据你给他的语言去进行专业上的翻译。之后我说每个句子都被赋予了唯一的 ID 号码，所以请透过这个 ID 号码逐句的去翻译，不要有任何遗漏。然后给了他需要的格式，并且强调不要给我乱来，突然给我注音什么的。完成了这些设置之后，却还是小看了 GPT 的偷懒能力，他还是会遗漏几句没有帮我都翻译到。所以我又设置了反偷懒机制，如果系统发现有字幕未被翻译到，系统就会再次翻译这些字幕，那最多就重试30次。但 GPT 想偷懒也很难了吧？都做好了这些之后，系统就会
传出新的翻译过的 HRT 答案出来。虽然不会有 100% 的准确度，但 80% 还是有的，绝对不会给你少翻译。如果会的话再告诉我，我再把30次调成50次。另外我会把它翻出来的内容再问一次，去确认内容翻译的文法或是本地化的好不好，去提高翻译的精确性。以上都是透过程式能尽量修改的，意思一定到位的翻出来，但用字和文法可能还是会有文化差异的落差。这边能省下的时间就是为了精确度而慢慢复制以及贴上的重复性行为。我们创作者如果想要吸引海外观众，在 YT 上提供多国语言的 CC 字幕其实是第一步，那么这个工具就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在简易或是 PR 这边直接导出 HRT 档案，然后来 Discord 做字幕上的各国翻译，就可以轻轻松松获取。如果在使用上觉得我的工具哪里可以再加强，也可以到 Discord 下方的工具 Bug 反馈频道去留言讯息，而我看到后会尽可能的优化这个工具。那么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呢？只要加入我的 YouTube 守护者会员，并且透过下方连结进入到 Discord 群组，绑定 YouTube 与 Discord 的连结就可以使用了。如果不会绑定的话，在入群并拼图，哦，又是这一句。如果不会绑定的话，在入群必读。如果不会绑定的话，在入群必读频道这里也有影片教学。绑定好之后就可以到小工具频道进行使用，只要在输入框输入/translate 就可以看到提示，点它就要你放上 HRT 档案。那我的预设语言、那我的预设语言是英文，所以如果只想要翻译英文的话，把 HRT 档案装进来就可以直接进行翻译了。如果需要其他语言的话，档案放上来之后点一下输入框就可以看到 language， 输入你想要的语言就可以了，但必须是用英文输入。别的语言翻译的话， GPT 可能会出现乱翻译的情况，语言中间竟然用逗号去区分开。那这里最多一次只能翻3种语言，后续如果需求很多会再考虑一次可翻译5种语言。语言的英文我也放在这里了，找不到的话也可以透过上面图钉去寻找。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也都只有你自己能看到，这是为了避免影片内容在未发布之前流出。如果是 YouTube 会员，有任何想要的工具，也可以在会员许愿池频道输入想要的工具，我会尽可能的去实现，你懂得，尽可能。而我也想要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好，所以工具的推出会在测试后才发布出来。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守护者会员帮我进行工具的测试，让工具能一直不断的被优化。另外也希望冒险者会员能一起使用，这边交给每位冒险者会员10次使用权，一起来体验这个工具。那么会员的直播会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周周五去执行，我们可以一起连麦聊天跟打游戏。 Frog 频道的直播也都会在每周六晚上9点进行开播。我是 Eva， 记得订阅、按喜欢、不喜欢，拜拜。